子吧。这个魔术罐的秘密到底是什么？别人越相信你，这罐子就能变出越多的硬币。哇！属于你的硬币。这个罐子是我从森林的山洞拿回来的。这个魔术罐其实是喜儿做的道具。罐儿，你为什么骗大家？喵喵！你这个孩子，怎么可以说谎呢？拿硬币出来，只要丢出硬币，别人再怎么生气都会忘得干干净净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记得吗？我是库尔。可恶，我一定要让大家记得。